万先生，这就是我给你推荐的人。是个女人，但你别小瞧了这个女人。我们的人死在她手上的不计其数，要不是她被人出卖，我们可抓不住她。即使是这样，我们的士兵也死了不少。 太喜欢你的眼神了，就他了。我提醒你，他很贵的。千兵易得，一将难求。开价吧。 钱，10万美金，当面点清，过后不认。哼，万老板是老朋友了，怎么可能信不过呢？那人我领走了。 你叫金梅是吧？从今往后，叫金梅的女人死了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叫金吉的女人。只要万彦斌活着，就绝不会亏待你。 我这种人你也敢用？应该说，只有我这种人才敢用你这种人。好，给我半个小时，借我你的手枪和车。万总，这一边去。 要定了，你的命我也要定了。不要！老板，那女的肯定跑了。都一个小时了，怎么还不回来？咱们现在没车，走回去的话，那也得走大半天呢。要不咱们还是先走吧。 留着那两个乱嚼舌头的废物没用，有我一个就够了。说得好，车呢？就在上面。走。抢劫！等一下。哎，哥，有人抢劫！这么热心，怎么不当警察去？ 纳闷了，你们为什么一直没有来找我们麻烦？看来该来的还是要来。
身手不错，可惜少了把这个。你有这玩意儿，怎么不早拿出来？大家都省力气。我很难遇到能打赢我的人，当然要过足手瘾。那记得下次给我陪练费啊。你还有心情开玩笑？你不怕死啊？怕死有什么用啊？你们铁了心要杀我，早晚都是死，难道让我跪地求饶啊？ 那你想多了，我吴惧从来没求过人。你不像个混混，倒像个中国侠客。行了，要杀要剐，划个道吧。没这么夸张，只是有个人点名要见你。谁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 你好，我是万延斌，这个是我女朋友王月。嗨，你就是万延斌，久仰了。我就知道，今天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。你想干什么？交个朋友。有你这种交朋友的方式啊？兄弟，你特别呀，我得用特别的方式。 说吧，抓我来干什么？痛快，我就喜欢痛快的人。我的诚意，兄弟，你交我万延斌这个朋友，我保你这辈子荣华富贵。把齐天手里的配方给我弄过来。配方？ 什么配方？冰兰的配方啊！齐泰研制的，留给了齐天，他没跟你说过吗？我他妈哪知道什么配方？再说了，你万总在两江市里这么大，你都问不到，他怎么能告诉我啊？咱们两个人在他心里的位置不一样，他恨我，恨我入骨，但是你不同。 你是他的朋友，是他的兄弟，是他现在唯一能仰仗的人。你怎么那么肯定他有配方？他万一没有呢？我现在还能让他活着，是因为我觉得他还有价值。如果有一天我觉得他没价值了，我还留着他干嘛？兄弟。 交我万延斌这个朋友，收下这笔钱，配方你可以慢慢搞，我等得起。钱谁不喜欢啊？对嘛？但让我吴惧因为钱出卖朋友，不可能。让你想清楚，想清楚，想清楚再回答我。想清楚。 要的是他的配方，又不是他的命，你好好考虑一下。听人劝，不吃亏，兄弟。啊！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，一条跟我干，一条就是死，所以你一定会答应我。 别那么自信啊！我再劝你一句，这辈子都别跟自己的命过不去，更别跟钱过不去。想好，啊，兄弟们，好好伺候我这位朋友。是是是，走，放聪明点。 哼！
开枪啊！把枪放下。宝贝儿，我是该叫你荆棘呢，还是荆梅啊？荆梅已经死了。霸气。少废话，老规矩。货呢？钱呢？好说。上前。我呢？是没戏了，我们怎么办？反正丢的是他们的东西，咱们先撤。老板，老板，我来实在太忙了。可是我们东西还在哪儿？我去拿。为什么会丢货？老大，钱我给拿回来了，反正损失的是万延斌那帮人。
你知道什么呀？这货要丢了，我们上哪儿弄货去？你在我知道那伙人是谁吗？你们这群蠢猪，快到手的货被谁抢了都没弄明白，你还活着干什么？库里的存货还有多少？还有一个月不到的量。一群废物！金吉小姐，别来无恙啊！你少废话，尼坤那边那一伙人，你到底搞定了没有？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，我们老板说了，之前的恩怨一笔勾销，这次交易保证万无一失，合作愉快。你们钱给足，我们货给够，自然愉快。把货拿过来。等一下。验货就不必了。我相信你们万老板的诚意。把钱拿过来。那我们就合作愉快。老朋友，又见面哪儿了，倪坤？老朋友，我们可真是好久不见。上次你抢我们的货，我还没有跟你算账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非要进，找死！别急，我有个秘密要告诉你。你说的到底什么意思？我得到了一个消息，戴温已经和博士搭上线了。他直接找博士，进货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毕竟在这里经营那么多年，这么点事还难不倒我。我找你是想告诉万老板，他快出局了，要想翻盘。就只有和我联合干掉戴温，我再帮他除掉博士，到时候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了。我会把你的话转告给万老板的。万老板是聪明人，我相信他知道该怎么做的。
谁啊？齐天呢？齐天呢？大哥，大哥，你别激动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要钱可以，医药并没有。别动，谁动我打死谁。哎，你把配方给我。 我不是齐天，我是他朋友，我叫吴惧。你骗我！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他？放开他，不然我开枪了。 这么巧啊，安大队长，我刚从雅文家出来，你们这执行公务呢，我就不耽误你们了，你们忙。刚刚是不是有人找过你们？嗯，
我们顶不住了，跟他们拼了！撑住！兄弟，撑住！这里有伍兵。呼叫支援！敌方火力强大，我方需要支援。走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跑不动了。先休息一下。安队，都什么时候了还看手机？我向邝总申请战斗啊！你看那边的火力这么猛，我猜你困的老巢一定在里面。我们从侧面绕进去，跟我走。可是我没有枪啊！等会儿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现在抓人最重要。你拿着，安队。谢谢。冲不过去，跟他们对射，吸引注意力。安队，你先走，我来掩护你。
快点，快点！倪坤这个笨蛋，居然被警察抄了老窝。要不是老子跑得快，要完蛋了。看来是你作恶太多，老天都看你不惯啊。齐天，再胡说八道，老子就把你绑树上划一刀，让你尝尝食人蚁的滋味。你要是敢杀我，你早杀我了，还唧唧歪歪等那么久。哼，等老子安全了，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。王老板，好久不见。你们是谁的人？要干什么？王老板，我们戴文先生想请你走一趟。戴文的人？不错，识相的话，放下武器，不然子弹可不长眼。哥，怎么办？我再说一次，所有人放下武器，不然你们都得死。挺紧急的，王一香。绑起来。严斌，齐泰大哥对我有大恩，我这么多年跟你在一起，就是为了保护齐天。可是你处处针对他，让他没有活路。我没有办法，我只有杀了你。这是你逼我的，别怪我。你以为你杀了我，我的手下就能服你吗？你放心。我会说是戴温杀的你，我会带领着兄弟们替你报仇的。月，我对你这么好，你却处心积虑地害我。万延斌，你当年不过就是一条流浪街头的狗，要不是我爸收留了你，活得了吗？你上得了位吗？可是你却恩将仇报，害死了我爸。今天你老实告诉我爸死的真相，我倒是可以考虑给你一个痛快。你真的以为你爸是什么好东西吗？啊？你真的以为他义薄云天吗？要真是那样，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反对他？我就告诉你，杀你爸的不止我一个。还有谁？有几个？告诉我说，还能有谁？博士啊，从头到尾都是他设计杀了你老爸的，你现在却给你的杀父仇人做狗，想想都痛快呀！我也让你尝尝万里尸身，我会慢慢的让你痛，直到让你求我杀了你。我万延斌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但也不是孬种。让我求你，你做梦。月，我万延斌英雄一世，最后却栽在自己女人手里。月，看在这么多年的份上，给哥一个痛快，
求你了。没想到杀死我爸的还有博士，看来我们要继续我们的计划。啊对，啊对，花什么花啊？滚开！太过分了！贱女人，不买就不买，欺负一个小孩子算什么本事？你这个贱女人就是个狐狸精，骗老子钱，骗老子！啊！竟然欺负女人跟小孩！大哥，我错了，我喝多了，喝多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喝多就给我滚！没事吧？没摔坏吧？不哭了，来擦一擦。快回家吧，别卖花了。花儿都坏了，我回不了家了。为什么回不了家了？我花没卖到钱，爸爸不让我回家，回家会打死我呢。我去，什么人渣，现在让孩子出来卖花，真过分。来，哥哥把所有的花都买了啊。回家吧，你谢谢哥哥。妈妈，小叶。你怎么一个人坐外面啊？哥哥给你买大娃娃。我想妈妈了。妈妈不在家吗？我妈妈被坏人带走了。那你怎么没报警？我不敢。你跟猫哥说，如果我报警，他就杀了我妈妈。猫哥？那这猫哥现在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哎，小叶，你死个老爸去哪儿了？哎，你是谁啊？也是来要账的？不是，不是，哪边去？这儿没你的事儿。你们大哥是谁？说出来吓死你啊！就是两江道上大名鼎鼎的猫哥。真好。什么真好？小叶，去边上站着。我说真好，就是我本来要找你们老大，没想到你们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我去，干他！我靠！我靠！你们老大在哪儿？我不能说，猫哥会弄死我们的。那我就没办法了。妈！我说，我说，猫哥在江北路的一家酒吧里。带我去。好，我们带你去。小叶，在家好好待着，我把你妈妈救回来。谢谢哥哥。走。开车去，开正门。来，大哥，慢点。
啊！这选手，这半瓶现在水，说好了喝半瓶吗？啊！这是。你就是猫哥吧？好眼力！我说你是替胡天宝来出头的，挺聪明的。他们这俩废物不是我打发去管胡天宝要账的吗？那简单点，把赵娟给我交出来。他跟我说话呢？没有，猫哥，你听错了，咱家猫崽子叫呢。哎，你这对子对的特别好。我再说一遍，把赵娟给我交出来，不然我就把你这儿给踏平了。兄弟，这话不能说得太满。不如这样，你呢先把名字说出来，我看看你到底有没有这个本事。我叫吴惧。没听说过。弟兄们，把他给我送进那个医院去。赶快把赵娟给我放了！现在听过了吧？听过，吴惧，吴大哥。哎呀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大家都管我叫猫哥，幸会啊！赶快把赵娟给我带出来！啊，我说你们还想让他干什么？赶紧把人带出来！哎，去了去了去了。哎，吴大哥，赵娟这个事儿，确确实实是我做的不对。不过我没碰他，我不知道是您的人，您多包涵。少废话，赶快的。哎，这是去去去，快点快！来了来了来了来来来来。哎，跟吴大哥走吧。这吴大哥亲自来接的，这多大的面儿！我们走。站住！还有事儿？没事，吴大哥。我的意思，你也知道我这地儿，以后多来照顾生意，我给你打折。走，慢走啊，不送啊。你们这么多人打不过人一个，废物！帮帮帮帮帮忙去！我的猫呢？没事吧，兄弟？啊，起来！我的猫呢？你以为你爹还活着呢？揍他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谁理你的事？不许碰他！滚！别打了！走！你少瞪他！在别人灵堂面前打架，有点过了吧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就敢管？揍他！怎么打了？你够厉害的呀！你贵姓啊？我姓吴。姓吴？不会是无法无天的吴吧？
哎，我要不要请你吃顿饭，就当是感谢你对我的救命之恩啊，吴哥。行，走了，走。道上的人都说万延斌的手下厉害，可你三下两下就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，太爽了。你们谁？想干什么？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谁让你惹了不该惹的人？兄弟们，给我打！小心！怎么不打了？都给我滚！肯定是万延斌那个没有胆量的家伙想要借刀杀人。走了。干什么呢你们？小子，听好了，林雅文不是你这种小混混能配得起的。以后再敢打他主意，破坏我们兄弟的好事，我就把你大卸八块喂我们家鳄鱼去。听懂了吗？呸！揍他！怎么回事？别吵了，混手！让让你！混手！
可以啊，五哥，还打不打了？不打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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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！撤！哎，走。哎，给。哎，你家这警官不错啊。还行吧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刚才去你公司找你，你小弟说你去林亚文学校了，我去了又没见到你，估摸着你应该先回家了。对不起啊，来晚了。谁说晚了？一点都不晚。我发现我一有难你就及时出现，你是不是我福星啊？我一想到你给那仨货打得找不着北的样子，我就特解气。哎，我还有事想问你。什么事儿啊？你到底愿不愿意来我公司帮我？我都求你好几天了，是男人你就给我个痛快话。不是我不想，只是有人不愿意啊。谁呀？马延斌。他又整出什么幺蛾子了？你想啊，我自从遇见你就跟他的人打了好几架，打得他们屁滚尿流，他能乐意吗？对不起啊，五哥，我连累你了。不至于，反正我不怕。倒是你呀，哎，你身上有什么吸引力啊，让他对你这么上心？去你的！他对我这么上心，还不是因为我是前朝太子啊？对他这种乱臣贼子来说，我的身份就是他最大的隐患。汇报情况。一号狙击手准备就绪，二号狙击手准备就绪，志愿组准备就绪。宋哥，好久不见呐！好久不见，上次见你还是个小弟，现在都当上大哥了，后生可畏啊！多亏了万老板赏识。你们万老板可真是有本事，这次交易是个大手笔，连我们戴温老板都得亲自到场。彼此彼此，大家一块儿发财嘛！宋哥，老板们都没来呢，怎么着？想验验货？你想坑我？老大没来，就耐心等着。喂。你确定？好，马上掉头。怎么回事？
这都几点了？吴乃文怎么还没到？你们万老板不也没来吗？你们该不是想耍什么花样吧？喂，老大，怎么了？邹飞宇是鬼，快撤！什么？邹飞宇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想干什么？各单位注意，你们干嘛呢？把球都放下！姓邹的，你个王八蛋！等等，行动！行程包围，尽量要活的。追踪。